迄、那个基因所现的有十个点吼，包括思想、命运、胳膊、地无、言行、生命，啊，甲即个善恶、法界、病体、甲信仰安尼。吼、哦，安尼多十个点，我甲掠十个点，可能掠袂到，掠袂完全。不过即十个点分发出来吼、哦，是法义上是真快。咱比如讲善，安怎叫做善？对吼、哦，这个善是有迄个有漏咧，有迄个虚假，有迄个假善啦，啊，有迄个智善。菩萨的善是智善，凡夫的善有有漏善，有高明得有的善，高明得有听无？高明得有讲，我做一点就是要让知影迄个要名啥。但是那是以别法为说法，别法来甲讲，已经内底是有讲先十一，先十一吼，就是包括十一个善心数。这个十一个善心数吼，第一叫做信。譬如讲，凡夫有信因果的人，有诶不信因果的人。啊，到底你信因果，你信到安怎？啊，但见两个恶是恶到安怎？对不对？吼、哦，这个嘛是应该是无相的。哦，迄、那个基因无像，坏种族不一样，真正不一样。哦，信。那么第二个叫精进。啊，精进有的人是精进一当，有的人精进两当，有的人精进三当，有的精进一世人。有的呢，事业的精进，有的人大众性的精进。这两种是属于先啊，反正若要打拼就是对啊。不过这个精进哦，是去讲菩萨精进啊，注意。有的人第一年兴兴，第二年冷冷，有无？啊、哦，应该大家知嘛？啊，你咱种我嘛唔知啊。不过我只讲一个问题啦吼，现时三宝地主的一个怪现象吼。安怎讲呢？安尼头头听到这个法师，啊，他感觉真兴趣性。吼、哦，我要护持啦，我要安怎啦？吼、哦，所有工作我要做啦。啊，第一年佮做得欢喜咧，第二年就讲一年福现现，啊，二年咧福半天，啊，三年福不见啊，好无？有安尼咧，三宝地主是做着安尼咧，啊，要离开迄个道场，都围晒一大堆呢，安尼信啥？安尼信偌济？所以这个唯识法内底，这个心所有烦恼。惭愧啦吼，啊两种，这种属性咯，低惭低愧，吼、哦，啊无贪无嗔无痴，勤安不放逸，不放逸就不放荡，行善甲不害安尼。先十一种的分类，先咯、哦。啊，你先嘛想，你在这个方面内底，你来当古教，这个就属实讲是真不得了的啦。啊，有个人是要行善是无唔对，但是伊放荡啊。哦，所以进来底吼，善根迄个根就是基因啦，根就是基因。所以今仔日我应该我的基因含住的基因无啥像啊，应该是无啥像啊。哦，但是我即马去讲呢，这个不善根吼，不善根到底伊的问题出伫在几只？不善根内底伊虽然有六种的根本烦恼，安尼来甲讲，第一叫做贪。但贪嘛是有大贪小贪嘛，未当完全消相呢。哦，那么嗔嘛是有大嗔心甲小受气的，有的人气了到底杀死人啊，有的人气了到底恶言恶语啊，恶行恶状。所以我计讲嗔吼，有的人是受气杀死人，啊有的人是骂人恶言恶语，有的人是安尼面忧一个尔。所以这是嗔吼。是不善根哦，就是烦恼。啊，这个五气哦，五气啊，佫范围啊，佫较宽。五气的范围真宽呢。一个人五气较会嗔恨心，一个人五气较会贪欲安。但是气的范围包括邪见，迄范围足宽，所以无一个标准啊，无一个讲健康。要讲受气话，受气较叫做受气；要讲贪话，贪较叫做贪。但这种对待浮现出来，贪嗔痴对待浮现，就是对咱人的这个正知识浮现，就是正知因出来了，听无？
佮即马来鱼，凡夫那是鱼三宝吼，即、這个有那是不现金哦哈，这是最严重一个代志哈，即、這个用干咧甲讲。那么佮再来有一个恶见，即、這个恶见内底人吼，我即马简单甲注意讲一下哈。我你讲哦，这恶见就是啥呢？咱人的这个杂浊的一个个根本因素，这个、根本因素哈、哦，恶见第一叫做心见，第二叫做边见。你若有心见，你会认定这个身躯是永远的，你会为这个身躯作业，必定的。那么这里边见叫做偏见。偏见就是啥呢？第一极端，第二极上。极端就讲人死就算，我你讲你敢做孽？像单亲兄讲人死就算，伊就敢做孽。吼、哦，第二极上讲人死十八年后搁再好汉，迄有哪敢做孽？反正时间个过真紧，我奉劝说十八年后我就伫这人间，搁再真好一个青年啊。有诶就安尼想哦，所以伊就敢做孽嘛。伊唔知讲人死无煞，啊人死唔是一定搁在出世做人，是地狱六道轮回，所以这个叫做偏见啦、啊、哈，这有那叫做恶见，叫做不善见。但是这对对来，就是习所成因，因为你平常时学习遐歹代志，啊即马来就变成有这大胆出来。那么地，哈、哦，即马来叫做邪见，邪见就是不善因果。当然，这个人呢是善因果。伊代志去做会准则，啊，若不信因果人去做代志未准则，吼、哦。但是伊唔知呢，伊若是会当冷静来甲观察哦，某一个人安怎样做人，到伊结束安怎这个做，吼、哦，拢会去观察观察，伊就家己就讲，我为着我的未来，甲我为着我的囝，为着我的孙，我的来世，我今生今日无好好忏悔未使者。我说你若是讲对这个问题有产生这个邪见的话吼，你不信因果，自然会造成这恶业。吼、哦，这点就是有那不信根，这有那是习俗成因咯哈，有那是在业识的种子因啊。爱注意这点哈，所以咱人一定爱有一个受教育，受过的就是啥正理的教育，那么你的人生吼，行了较实际。行了靠是一个你未来的胳膊吼，它显出这个光明出来，吼啊！即马来呢，就是啥货？啊，佫有一个建初建啊，盖金初建啊，吼，这代志安尼。所以我即马甲注意讲一下吼，注意讲一下。你今仔日拿名利，你就怎讲？一切拢你爱负责，无论你做啥，都你爱负责。啊，但是卖累及子孙重要。所以今仔日咱个人负责，会累及子孙，这点爱注意。唔通做做吼，啊！白日你讲，有时阵白话，白头毛的送乌头，送乌头毛的咧。有迄个老婆在问我讲，因翁死，因囝死呢，真孤单老人呢。伊有去修行啊，都因个人生看破，伊无死嘛袂使啊。吼、啊，白头毛这个老人送少年的，叫做白头毛送乌头毛的嘛。啊，所以今日你个人的行为上。一定要有善根，要有善行，要有善德，绝对袂使不善，袂使恶行，恶行啦吼。所以这个对咱今仔日，这个个有关众生基因的灵现，就是善恶。但是众生根灵现法界，这句话呐注意一下哈。我只要讲灵现法界吼，就是这个十如是，十如是在物件，就是十法界。佛尊有佛尊的如是相，菩萨有菩萨的如是相，畜生都有畜生的如是相。还记得咯？这一定安尼哈。你甲看动物有动物的相，所以迄个是啥物现出来？就是这个基因现出来。这个基因现的哦，你要注意啊，因为基因连现发界，发界是一个正报体，啊加这个异报境。譬如讲，今仔日你为什会去带地角？你的主体会去带地角，地壳啊，去个预报镜来给你趋近。你本身落地角，为什么你会现迄个无同的鬼？吼、哦、啊，带地个轨道的环境，有个人食屎啦，有个人鼻塞烟啦，有个人要食一个恒河的水，碰下就变血糖啦。
是甚物原因？吼、哦，啊有诶碰开咧，吞落了啊，规个烧到即个喉咙拢断去啦，爱注意啊！到时间诶科普，所以今仔日咱诶基因就是咱人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啥业识诶种基因啊，迄、那个会现发界，现即个共同诶发界体，共同发界境。啊！你个人较发现迄个报体去发界内底大呢？比如讲地角，就是地角音，轨道轨道音，畜生道畜生道音，虫个食屎有主音，鱼啊个食水有主音，有食肉食的，有食草食的，迄拢总有关联，听无？你大你的境，我大我的环境，迄拢总有关联，迄就是啥？咱人的基因现的，就是迄个种基因。哈、哦，咱若要甲讲，恶道三恶道内底就是歹种子，所以这个就是发界体哈、哦，发界就是由这个众生基因呈现出来。今仔日想那个变迄个地震，我跟你讲哦，这拢是众生因，地震就是一个地震。这几日三个国家火烧山。对吼，啊，迄、那个菲律宾啊水灾，克敌即个洪灾，菲律宾水灾了，甲飞对台湾来，啊，台湾佫甲你飞迄个闪过哦，恁有看到吼？哎、欸，迄嘛是咱遮有一点嘛，但是靠有一点嘛福分迄种情形，啊，你看日本迄个就水灾就袂歹，袂无好啊嘛吼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对咱人即个气数因果变化内底，即、这个生命的主因，听无？即马外国有三个国家火烧嘛，迄山烧甲无法通控制啊！啊，即马来灾劫连连啊！即马是拢总是即个发界上即个现象境吼，拢做咱众生基因变的。爱注意这点哈，众生基因变的哦。你的环境是你的基因变的，我的环境我的基因变的，因为我有我的界，生活界、生活界。吼、哦，我有我的生活界，恁有恁的生活环境的迄个家庭生活界，这是包括法界其中之一啦吼。即马来要甲做讲个疾病，这个疾病的问题就真细啊啦，听无？但我即马甲做讲一下，咱人的六根拢有病，眼观色思想，目睭较有病，耳听声思想作业。你已经绝对有病，要注意这点哦。咱人的口舌咬作业，口舌病大多数拢总啥，拢总舌癌、嘴癌癌。要注意这点哦，迄不是无张地哦，因为有这种病一报，都如是因安，这必然的。有如是果，如是报，必定有如是因。咱人然后会得病，绝对有某一种问题。你要注意啊！所以病百百种，我有以牙经甲注意讲过，人杀业重，绝对看病，走袂去。所以福建人对胎，对对下不仁，你绝对子宫癌甲耳癌的病，我甲你讲走袂去。哈、啊，佮再来哦，杀业重的人绝对看病，不义的人绝对去病。我甲你讲真的啊，绝对袂使不义者。你若是无信的人，绝对这个个鼻吐十二指肠的病。好、哦，佮再来，你若肥嘞，绝对心脏病。安、哦、尼病就无共啊嘛吼。但是你如果若是无智，用智慧加聪明要食人，你绝对腰子病，我不骗你。佮包括影响佮扰动，这个就是因为咱人应该有的五德，你毁灭。所以叫做不仁不义、无礼无智、无信，你绝对五脏得病，因为五脏是由五行所化。哦，五行化五德，五行化五脏，所以佛陀甲咱讲，众生绝对袂使杀生，杀生就是修人，不修人，若是无杀生就是修人。你的肝病，你的肝绝对真用。所以众生袂使不义得偷，哦你若是不宜倒头，你的气绝对会产生问题，会产生基因的病变。即马即个佫讲到基因啦，你若是杀业重，你的肝的基因绝对病变。
你若是不信，我跟你讲，你的鼻头未开，鼻头未开呢，你绝对消化器官有问题，把这个有造成胃出血、胃癌、肠癌之类的，安尼病就真济啊嘛吼。你若是肺咧，上肺咧就是这个虾炎，你绝对这个心脏病一定有，千报万报一定报，会记住咯，吼。你若是饮酒失地，我跟你讲，你绝对迄个腰椎病起来，甚至将来佫带着牛痴，会记住咯。饮酒的人一定牛痴。你若是畅饮无力，我跟你讲，你绝对心脏病，我无骗你。所以咱人的病大大种，喙齿啦、耳啊啦，喙齿三十几支，那么这支病就迄支病嘛吼。鼻腔啦、目睭啦，听无？胃肠啦、筋啦、骨啦、风湿症啦，各项骨轮酸，我跟你讲，这拢有原因。所以佛陀讲一句话：莫杀莫行中嘛。你唔能讲高，唔能讲了低啊。你讲讲，你甲讲对，你把这迄个所在绝对变。你甲讲讲脚只偏，你绝对两骨会变化。你甲讲后腿，你绝对臀部会酸痛。你甲讲，你甲鸟我教你甲讲者，你绝对五十斤迄个病。你若甲讲头壳，我甲你讲，你本身就要带头。不人个病有够济嘛，吼，对不对？这个叫做啥？迄、那个基因所变出来，这个疾病。强疾中大家去流行感冒，咱流行袂着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就是你无迄个疾病滴咧，听吼、哦。所以其实啊，迄、那个咱忽然间会病变，迄、那个就是基因。但是这种事实讲哦，人间的这不幸的事吼，拢总是歹经济啦哈。我拢但是包含真宽，吼，搁再一点吼，信用，这点才是问题哈。信用这个有种信因果，有种无信因果。有种人是信邪法，有种人信非正道，有种人是信正道。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？这个是有那三世因的基因。过去世因也是讲信着孔夫子的这儒家礼教，所以你今仔日要叫信佛乱咯，可能有那有，但是微弱。如果那是信道家的，过去这个信道家的信仰，也基因就藏伫遐。今生你要叫来信佛教，无可能。过去无私隔壁来，因也是干那信神。我跟你讲，伊也是个作业。你要讲咱来信佛教，卖抬鸡仔只拜神。你开家叫拜神是你害神，啊神害你，我跟你讲，这有道理哦。信仰神道的人哦，神道，伊袂用讲话，甲你讲唔通安尼做，伊无道理，一个菜菜咧菜一世人啊，伊讲开嘴，伊半辈无一定会甲你因摆小鬼会当变算的嘛，哈，恁知无？无道理，你要叫突破会惊啊，讲我拜神道，我免拜佛啦。听话，啊无我你讲，你今仔日抬动物三仙五仙，甲拜妈祖、拜王爷，你做啥？你自想看嘛？你为着妈祖、王爷做孽呢？不过你的信仰已经根深蒂固，你的因已经根深蒂固，要叫你买，无可能。你感觉有人皈依了，我讲你以后唔当去拜土地公庙，唔当去拜王爷妈祖，安尼我也着皈依，安尼我唔敢皈依，我若知我嘛无要皈依安尼。点解一栋官呢？听好个，啊，无到迄个金金地区，我基因无同，会记住咯。你今仔日为神作业，啊神和你家作业煞两害，你要相信无？你听看，你想看有理无？即卖你直直杀业来拜神啊！神因为你杀业造成一堆了，啊，你也是因为神造成的杀业。所以这个是祸害啊，敬神的人祸害，你要注意这点啊。真正祸害，心明害死啦，啊众生害死心明，心明害死众生，啊，无法度这信仰问题。有时你来讲，唔是上帝创造万物啦，伊讲无万物对对来，你敢捌听到迄个话？万物对对来，万物也唔是上帝的万能，无可能创造万物。啊！你要叫变吼，
一切都是因果因缘所生啊，伊听袂落啊。所以我咧讲吼，咱人的基因的主体，因为你本来就迄个啥，有迄个如来藏哦。那么这点就较会挖到啥，挖到你今生今世这个信仰如来正教的这个主体因。要叫你无你叫你，我无咱买。因为吼，这个在佛老中有那三不定哈。你不改讲念佛要往生，还是讲念佛要正法，还是讲拜拜就是要正法哦？这个不是主要的这个教育因素。不过就我佛教徒伊听袂落，无我徒伊过去都无量寿都安尼啊，伊听袂落哦。但是咱今日的思维，我伫这所在讲大乘不共法。而这个大慈悲道来累积，将来靠个人成佛，恁接受嘞？因为咱过去的主体因，而这个基因无同，吼、哦，会记住啦。所以这个问题就讲，基因显现信仰，基因灵现信仰，要注意啊。今日这个基因若是健全，那么你家带会掉；你基因若是无健全，你带袂掉。但是我现在跟主席说一个基因可以改良，那个因绝对可以改，咱没改良绝对不行，因为这个基因、哦、改良，比如说病体病不好你改良，你的命运不好，第一思想不健康的人有时当作健康，但是他经过佛来教育了，他慢慢思想的变化，我讲思想的变化，我也再讲一个，你要划清界限哦。你还未学过的境界，你的思想观念哦，思想观念，甲已经给学过来这个界线画清楚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咱个人拢有过去，这属性我有我的过去，有可能我有的恁无，有可能恁有的我无。但是在有真无正常的这基因哦，就是产生思想，所以你现在划清界限。学佛前甲学佛后，你一定要变现两种的人生出来，这个一定要改良，听好不？改良第一修改，第二拜佛，要注意这点嘛。第一修改，第二拜，因为拜佛迄个不良的习惯、不良的基因自然变化。第二，你今仔日的命运你会使改良，不是袂当改良，但是你唔通互相命来改良，相命怎么可能嘛？你看。要注意哦，神嘛未当甲你改变你的命运哦。你要注意这点哈，你唔能讲卡未到就要去问，要去红卜卦啦，要去红算命，啊要去互神甲你改啊。你唔能讲安尼啦，你唔对，你彻底的忏悔悔改，这点较重要。你命运怎改？因为恶命运的原因，你即马甲你是什么原因？我开命运遮歹，你家己回想。你一生看安怎做人做事，安尼就知影。一个人吼命运要顺，唔是无张持，当然含前世因果关的。所以我咧讲哦，我刚经四十几档案的，恁知无？恁可能有人唔知影。我虽然出家是八十一年出家，但我刚经刚四十几档案。我研究嘛，研究四十几年呢。哦、所以咱人吼、哦，各行的这个事的成功，绝对有伊努力一面，听吼、哦。所以这个大慈悲心显得出来呢，就是因为我经典来看真济，吼、哦。我无看经典，我唔知我菩萨都安怎行。所以我正要甲诸位讲者，你命运到底安怎样？你乃当知足常乐，安尼就好命运啊。这句话是较要紧啊。啊，你若不知足，系在讲你。三餐不计，听无？一顿饭食，只后顿饭一堆客买堆来，啊，生活上的这个规律无啥好，这个是命运无好，那么你家己去改良，用佛法，我跟你讲，拜佛就教你改良，干那一味拜佛就好啊。一心顶礼，本师释迦牟尼佛；一心顶礼，东来下现面的尊论；一心顶礼，大悲观世音菩萨。那么在祝福世尊，你甲一心顶礼甲拜，我甲你讲，你的思想会健康，命运会变化，胳膊会顺先，胳膊会单纯。我你讲胳膊唔是叫讲你富有叫做胳膊好哈？你只纪念人有种观念哈？富有的人较容易造业，
你相信绝对唔通讲你得富有，安尼叫做哥伯赫。注意，你要注意哦。你若是控制你的事业袂调哦，啊，你一味浪费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行，你绝对借着未来恶果。咱生活单纯就可以啊，听话，记得哈。那么来，今仔日你徛在讲，譬如讲你听经文法的中间，你的基因就无好嘛，所以你人懵逼。那么这个注意，这个地吼，你礼会忏悔，绝对变出来。迄、那个文殊师利菩萨的这个智慧就来了，哈、哦！你若要智慧观哦，你特别拜文殊师利菩萨，一心顶礼大地文殊师利菩萨，你天天甲拜，求放光开发智慧，你智慧绝对现。会记真啊，会记真。那么来哈、啊。言行有时讲话未正常咧，我讲讲话未正常，有人大智嘛吼，大智吼，安尼一句话讲未出来，啊有时阵啊，伫含亲情啊含朋友了身份就讲无话，就滴滴嘟嘟自己难，啊音色未正常，五音不全，安听无？啊平讲话就是要特别懊恼，啊特别气人，啊就安尼讲讲迄无正常话，我甲你讲，你敢学不了，好好去拜佛。绝对爱去拜佛，拜佛你讲话就出来。我正讲即类去平湖哈，迄、那个平湖一个完全去甲咱整，去甲咱安排啦。比如讲，伊也发心钱啦，咱去平湖是拢总付出啦哈，拢付出。伊也发心钱，啊，佮找道场啊、宣传啥拢贵个，但其中一个女将，伊正常就计问讲，燕祖师讲哈，我一个囝吼，啊，见到人就安尼面色会惊、会紧张安尼，哈。天主说讲叫伊来替伊拜佛替伊求安尼，啊！才讲了伊即马有那无介注意啦，但是伊一个查某囝吼，改成幼稚园尔，毋是幼稚园迄个一年诶款啦。啊，听着安尼哦，伊即马怎安尼？天天甲拜弥勒佛，讲讲哥哥诶问题哦，弥勒菩萨恁得甲解决一下。啊，伊若再时要去上学，讲小菩萨要甲你告假，我要来上学啊。啊，若等下就讲小菩萨回来啦。啊！即伊逐日拢甲替因哥哥拜一百空八拜哦，你敢知影？替因哥哥拜一年尔。啊！即了吼，因为当初即个囡仔，即、这个是已经唔在国国中一年二年，因老师讲无，我甲带来放看卖啊。啊，讲讲的了吼，因即个妈妈就讲好啊，老师你若要甲照顾，甲带来看嘛好啊。但经过一个外月吼，转变。即卖只妈妈转问老师，讲老师啊，你是甲带来对方看啊，开偌济钱？伊讲无啊，我也无采用看，我哪有采用看？但是原来就是伊这个查某囝，这个该拜佛求佛，自己拢替哥哥拜一百空八拜，安尼迄个紧张拢无起啊！吼、哦，这个行为啦，吼、哦、语言，你若感觉你的行为不是安怎呢？心行甲口行吼、哦，不是计叮叮当当，不是讲。改善不行、啊、你就改不起来，那就基因的不良嘛、哦、那么你自己在改变，不断拜佛，你的行为杀到人就刷掉、哦、啊这个讲话、哦、那种不正常，比如说有什么三字经话没这样，那么就转变化，你自己在改良，可以改良，这不不好也可以改良，再来你的生命要长要短、哦、我跟你说佛尊无死劫、哦、佛尊伊个生命无量，咱凡夫个生命真短暂。有时阵要出一个力，要做一个工过人熬住啊，死啊！但是即个生命体会长甲短吼，事实是咱个基因，爱注意哈，因为未住先先住死嘛吼，即、這个就是基因。那么你看你安怎来改良？哈，短命薄有短命薄个基因。中寿中寿基因，啊了解，因拢总是业识现的啦。那么佫再来善恶，善恶是恐惊咱个人袂分明尔。那是你今今日知影咱人的基因内底有附带着烦恼精气啦，随烦恼而杂的话啦吼，你家己业有识哈，你看好清楚，因为再拢总是不善根啊，不善因，将来必定对落，哈、啊，对落三恶道。那么你自己就要改良，一定要改良、哦、
那么这个仙，注意，你如果那是讲用迄个高名钓有的仙，不过你愿意做是无唔钓啊，功德愿意做啊。可是你爱了解，佛大圣人的智仙，唔是咱凡夫想会到的。迄、那个功德大慈悲心显露，功德无量无数的众生，迄、那个是今仔日成就佛道的主体因。但你今仔迄个心看显得出来未？显未出来，你不是在拜佛，你的心自然自柔，会慈悲柔呢？今仔日吼，我停一两礼拜，我足艰苦，唔是我执着哦，我是去想讲今仔日吼我。责任未尽，有时阵停停吼，停困煞停停，有时阵困呢，困无出来咧。啊，若是延续伫咧出来吼，安尼伊会感觉讲真自然。我用一定爱咧听经。不过我正甲注意讲一下吼，咱台北有人打电话要再聊出来。宏源两个女将，看到我总规个事，你着保重，我需要你。所以你唔知会当肯定这话有无？我唔知啦哈，听好无？哦，你若是有肯定我讲的话吼，恁一定爱好好修，唔通搁再对了。所以我咧讲吼，有一个出家主持吼，甲伊个地主讲，讲拜一个我会落地噶安尼。伊个地主吼讲，师傅你若落地噶，你修行解得了，你若落地噶，伊讲我若无落地噶，什么人要救恁安尼？就是海地主不正常啦。不过我跟恁讲哦，我无迄个本事哦哈。我先跟恁讲一下，我要来到处乱，要搁谁来吃哦？我无要去地港啊，我无本事哦。恁若要无正常，恁家己去受报哦哈。报尽了起来才讲安尼，安听无？哦，爱注意啊，总是袂使唔对啊。哦，啊你在改良，你无改良袂使啊。所以我跟你讲，这问题哈。言行要注意哈，那无你落在个人的这个基因吼，因为有基因，啊，佮做这个业，啊，做这个业佮翻分心，翻分心知影无？佮在正常业安尼，正常恶言，那么要解脱真困难，所以唔通唔对，真正袂使唔对者。所以我前回就佮注意讲过吼，咱大家拢累烦的，我累烦，那无我今日袂佮多只轮回。我讲，咱大家拢健康累累，你要相信无？对不对？你敢要相信？我肯定我家己过去就是袂样做，今仔卡搁伫遮轮回，那无我早就含别人已经幸福哩啊！人这个世间已经有无量福啦咧，大千世界无量，为什么咱搁伫遮？咱有健康无？你家己想？恁敢肯定无？无人家去我看嘛？我跟你讲，咱就是有健康。今仔开受业力，会枯缩，伫这个所在，继续轮回。真正真可累累啦，我无骗你啦。咱有那是重犯，也是重犯，也是累犯哦。我咧讲，我也是安尼。虽然今仔日徛在主业立场来甲讲哦，我是比诸位较早一点点安尼而已呢。今仔日我那是无真可累累，我今仔袂讲度现。今仔日搁再是生死续报中搁再来，是安尼，早就解脱生死呀。哦，就是有这个主体，这个作根犯科啦。因为有根本烦恼人嘛，啊，绝对有这个言行的不实，言语行为心地不实，思想观念的不实，今仔开继续在这个所在去打滚。但是如果今仔日我若要下当达到成佛尊，吼、哦，注重这物件，吼、哦，这啥嘞？这拢总吼，这十条这问题，当达到这个正常，譬如讲信仰上也是正常，我一定爱将这物件哈，这物件，因为这就是这，一定爱注重这物件抽出。在物件若是无抽出吼，我甲你讲，都有这个基因的变现，各种不良的思想、行为、信用，绝对都安尼。所以一定要从这抽出起来。自从这物件物为，甲改良变清净，
哈、哦，所以这个就是微生物来咧，跟咱讲的中毒，拢中毒。那无呢？你搁在油在物件变现哈、哦？注意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叫做反温性。我有讲过啊，那油在物件你要保留 A 的个性，安尼来甲讲，你所行为动作拢 A， 啊、哦，你的思想那是拢 A 型的，你的行为动作拢 A。这是必定的，所以这个内底较简单分类出来，这个基因内底都各种的这个形态，无同的形，恶有无同，善有无同，哦，思想观念无同，所以袂使一概而论。所以咱今日若是搁再用着这个 A 的个性，譬如讲你的个性是安尼属 A， 那么你一笔累积，用你的个性、思想、观念、行为、动作，拢从 A 型的。那么你到尾叫做反分析，进来这业性愈强烈愈大。啊，你若从你的个性不良的个性是美型的，当然你所有的个性拢总伫这个思想、行为、动作、观念方面，拢总是这个类型、类型类出来嘛。到尾你个反分析，罪业个愈重，这必定的嘛。啊，所以今仔日吼，在注意我今仔分析这段道理吼。用十如是的道理来分析出来，那么你家己想看卖，看你要抽出在污染面，看要甲净土面。好、哦，你若是净土，都亲像佛尊。佛尊伊本身，佛尊的性，含别人个人的别性应该无同。贪色的人，贪色的别性；贪酒的人，贪酒的别性；嫖赌瘾无同别性。会记得低有低的别性，牛有牛的别性，羊有羊的别性，应该大家知道嘛？男将有男将别性，女将女将别性，但是女将和男将虽然有安尼分别，这个心理和生理，可是人人有个人的别性，对不对？所以今仔日落会记得呐，佛尊有佛尊的别性，菩萨有菩萨的别性，会记得，辟支佛有辟支佛的别性，严格声闻有严格声闻的这个固执别性。这必定的嘛，所以六道的凡夫，伊安怎样做，就是伊的百姓啊。所以伊安怎做到尾呢，就有迄款呢，符合伊未来果报的体，就有甲作用。这必定的。所以咱个人的体无同，真正袂无同。虽然外貌无同，毋过体无同，应该知影。体无同，咱来甲讲呢，身管无同，胖无同，身重无同。黑龙江是如是因，变成如是果，搁再一点体质无同，所以这个药啊，有会当符合，这个有会袂当符合。一贴药真好，人别人食了真好，咱食无一定会对。迄、那个质体质无同，这个质四大加合合的质无同，听好无？牛的体质、牛的体质、猪的体质无同，食鱼住伫。山林的人，伊所食野兽的体质，住伫海边啊，食海产的体质，应该有共个无？合该无共，因为这个质拢变。吼、哦，素食的人，素食的体质必定的；爱食菜料的人，爱食菜料体质；爱食青菜，食青菜体质；爱食水果的人，水果的体质，这必然的嘛。所以这个叫做如是体。啊，如是体这个呢，除非我你讲。就是因为如是因了，你的别性如是性较影响着你的体，这个叫做如是体。但是个人的行为动作，你爱家己去负责，所以个人的这个胳膊也无同啦，这个体无同，有三日一病是小，三日一小病，五日一大病，不是去吊大重的，你知吧？哈，定当救护车就去医门口去甲带去病，去等下去呼吸。要用机器抓去压，压就是急救嘛吼。为什么安尼呢？迄就是体质无同啊嘛，啊业力无同啊，无奈安尼。咱有个人一世人拢健康啊，食到老安尼笑笑准巧去嘛吼。有啊有安尼啊，食到七八十岁讲一世人冇病啊，但病就拢救袂开，啊就好死啊。然后吼，咱就安尼啦，我就讲甲恁讲过，我要死多只，啊唔当加急救哈。我跟你讲了，若不是在家的国刚等的，就按那无得传发的中间，
求菩萨慈悲，给我安尼吼。啊，在正当当时紧张，甲我抓去急救哈，迄时咧足艰苦，我会起真诶心会坠落哈。我先甲恁讲真诶哈，迄真正老大人要死，卖甲切，安了解哦，绝对袂甲死哦。所以人要下器官哦，我甲你讲，你若无菩萨水准，你袂使下器官者。大家挂挂嘛拢死，拢坠落。吼、哦，爱注意这点嘛。人去讲你着兴趣，只讲无要紧，我下器官，因为恁毋是菩萨。挂咧吼，迄、哦、神经会疼，啊若未疼都无路用啊嘛。迄、那个器官无路用，我神经未疼。啊若挂咧神经还佫会疼吼、哦，你毋能讲兴趣是别人假，迄、那个正面要下器官，迄是毋对呢。你毋能讲迄大事变呢，听好无？所以我正甲注意讲者，因为你今仔有即个相，要我想讲，你要有佛尊的相，你爱加强大事变了，听好无？你若要有地下的相，你嘛是该加强。迄、那个是恶业力啊，所以唔够分一个上品罪嘛吼，上品罪就讲你是恶业，直直加强啦，迄力直加强，听好无？啊，你若讲后出世，我特别来人间世，那么你五德五戒加强修啊，卖唔掉去啊。人义礼智信，不杀生，不堕胎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你在这个人做人的标准上，你保持，你后出世绝对会做人。但是你若是更加强，比这个人道水准更加强，你绝对做天，因为这是力啊。好、哦、啊，你若要做先生吼，你不是加强迄个畜生道迄个主体因素甲行为出来，我跟你讲，你后出是绝对做先生做动物，迄就是力嘛。啊，甲做，安尼做就安尼来。所以咱今嘛来修改，修改到咱今嘛这个太高尚吼，好、哦、变三十二相安尼。咱听好无？啊，你太高尚，要变到三十二相吼，吼、哦，迄、哦那个你就爱家己来去改变改良嘛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若改良无好哦，我你讲改良无好就讲相关啦吼，相关就变改良无好，改良无好了，你就变到一种搁较歹的相出来。啊，你若要修行，注意，你不是到迄、那个有要布施，但是亲人心不是伫咧。我讲你，你就变咧一尾长长的，去学莲王做囝。会记住咯，这个末法时代的在家甲出家吼，在佛尊的这个心中都已经知有940亿，你甲看卖，会对落来做灵王。所以佛陀甲讲，末法伊涅槃了后的众生，吼、哦，若毋是去地狱，就是在家出家这两种，多数去地狱，安那无得出去做灵，迄就是改良不善，爱注意哈。所以你爱好去改良。改良跟咱未来，这个改良就是、有那是改良，就是主因来去改良，一定要加强力、加强作，啊，让咱的过去迄种个性，你听好无哈？过去迄个百姓的个性，甲改造大慈悲性出来。看到人，你就想讲要来甲躲；看到人，我就想讲要来让伊，我就现大量的心出来。好、哦，我就安怎样要来为众生好乐，为众生。来牺牲，你卖苦受这个辛苦，我这个辛苦众生的，我变作为众生牺牲，啊，自自然然，你的迄个个性，迄、那个百姓就变出来。啊，你既然有百姓变出来，你当然加强作业，做菩萨业，吼、哦，啊，加强菩萨力量，一定安尼嘛。啊，这么来，还引导进来，进来了，将来有菩萨会给你助缘，你做未开，菩萨给你做起来，给你帮忙，你做起来，迄、那个。天人助缘，菩萨助缘，众生甲我助缘，听好无？事实的啊，今仔日吼，我家己有安尼想呢，我是天之骄子呢，我会当得到遮济人做我的门下，听好无？全省各道场都是遮济人要为要含我学大乘经教，所以这是恁客家助缘呢，若无我要讲互上听，听好恁听好，这是事实是安尼啊。但是我办法了，这些人愿意来接受我八关斋戒，和我家接面靠都是净土，这就是恁家助缘，我来完成一条使命。这你今日安怎做到迄个助缘的对了哈？安尼将来，哈、哦，我努力努力，甲讲看佛尊三大阿僧祇劫成佛，我那三大阿僧祇劫成佛，我是希望安尼，咱所有那助缘，哈、哦，哈、哦，这个就是十如是，因啊，今日就甲咱讲的这问题，就是迄个基因。啊，甲精致安尼，好、哦、啊！你看要征服各个精致，还是要征地狱因的精致？
拢是伫即个十字内、十字字内底诶法义上所说明出来。好，弥勒尊号，哈、哦。